对对，它叶子好漂亮。这是我们的午餐，在名店的巷子里面。什么巷子？晒到太阳。晒得到太阳的地方。台湾这两年开始引进， uh-huh. 可是呢，没有机会去吃了。哦，那好啊。对啊。对，他说要带你们去吃龙虾。龙虾怎么样？我对龙虾没有什么兴趣。我是很喜欢龙虾。非常棒，好吃啊。好吃。那家啊。好吃。哦。那家就是推荐我买那个泡面的。其他的。